这个我看了一个资料吓我一跳，你得过5回影帝啊，你这比我强多了，我说这么些年相声我连一三等奖都没拿过。你自个儿能说上来您这5个影帝吗？5个影帝呢，嗯，就是这5个是都是专业电影节的，就是嘛，啊，专业电影节的呢都是一部戏集结号。哦，集结号当年得的是这个百花奖，嗯，华表奖，嗯，金马奖，大学生电影节，嗯，华语电影传媒，5个电影节的影帝，啊，都是因为集结号得一个都不容易，人一气儿批发了5个。嗯，那您看我什么时候能拿一相声界的影帝啊？这个现在相声还有奖吗？有假的，有假的，有假的。我说有奖吗？啊，有假奖，有假奖。假奖咱就不拿了。嗯，那就没有奖，拿不拿没什么意思。明儿我弄一奖，第一个发给你。那得花多少钱？有奖金。哦，那行，嗯，那行，那我们就盼着吧。啊，韩宇杯中国相声大赛。这个影帝有些个不愿公开的事儿，今天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得好好聊一聊啊。第一，据传说，张影帝儿时最大的爱好是离家出走。这叫什么爱好？这是真的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不是？你瞧这，你先瞧这。这哟，这个100天，嗯，嘿，还没前面摆着5个奖杯，就是乐的，还没长牙呢。还没长牙呢，真可爱。这时候可不能离家出走啊，那是，那走不动，这会儿走就要丢户了。对，你看这张，哪张？又换一张。哟，这可是，这是我母亲啊，这边是我姐姐啊，那是我。这会儿有个6、7岁，5、6岁，5、6岁吧，也就是5、6岁，还没上学呢。嗯嗯，这会儿离家出走了吗？这会儿还没呢。这会儿是我回来照张相。对，这会儿还没呢，怕丢了啊。嘿。瞧这小金壶瞪的，你从小就能玩乐器啊？从小就玩，真了不起。嗯，你姐姐唱啊？她唱，你知道这唱什么的吗？一颗红星呗。哎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就是啊，都有这李铁梅。对对 对, 对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哎呦，我那儿给拉胡笛伴奏，但是那是摆了一动作，那时候还不会呢。啊、哦，那这状态像，有点那劲儿哈。